沿着北山的那个海堤这样子，到了这边有一个叫武林头西北海域后保育区，然后这边一个据点。现在位置在这边乌沙头码头，现在这边就是乌沙头码头。然后我刚才是从了这边林到这边转绕了一大圈到这边。OK， 哇塞，真的是好远啊。W 洞二七营区有拍过了，乌沙头这边还没拍过。这边真的很远啊。乌沙角码头，哇。哦，磁体卫在磁体卫星舰之前，此处是海水进出口的北岸，小半岛末端，西大片的沙仙沙，西大片的沙沙散 ，SK 沙沙滩地，唯一内涵就是今天的食物是整片的科田黑泥。在唐朝时即为七处感，这是感在之一。这是以前古林头战场，是吗？古林之野，现在为后的保育区。附近有一个建于民国40年代的碉堡，外形酷似电影中的变形金刚，又称为变形金刚王。讲这个吗？变形金刚宝是这个吗？啊，现在涨潮了，乌沙头，这边叫变形金刚宝吗？看看，哦，还好吧，哪里有响？这个据点到时候再写编号了。现在这边已经涨潮了。哦，有像，有了，有点像变形金刚了，有像，那边就是那个啦，下文啦 ，OK。这叫变形金刚岛。哦，乌沙头。哇，我真的是我第一次来，我虽然说节目讲到，有时候着重于。这一块还没探索吧？这一块就是北山这边，在古林头北山这边，这海边的钓鱼岛。再过去就 W 洞二七据点了，这边也慢慢接近 W 二十几号。然后这个堡的编号到时候再写了，真的是变形金刚堡，有像，真的有像。没有像好像那个什么科博文的那种感觉了，好像哦，太阳这边好累啊，这应该是以前的科管哨了。OK， 好，去到这边了，慢慢骑回去了，拜拜，再见。